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玩玩具。好玩吗？好玩。阿姨，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来这里做客的。我这里有饼干，来吃饼干。我喜欢吃面包。哦，你喜欢吃面包是吧？来，这个饼干给你放下啊。哦，这个就是面包，来。这个是弟弟妹妹，是不是？是。应该上幼儿园了吧？嗯。你应该上小学了吧？嗯。小学几年级啊？三年级。哦，那这次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啊？很好，语文100，数学100，英语90。哇，这么厉害，给你点赞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龙龙。他呢？他叫微微。弟弟呢？弟弟叫谢虎。哦，这么优秀，那你爸妈应该也是非常优秀啊。爸爸跟妈妈在哪里上班啊？在家具厂。哦，家具厂，妈妈也是一样是吧？嗯。哦，那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啊？爸爸叫优果，妈妈叫芳芳。哦，你们最喜欢吃什么呢？我们最喜欢的是面包和水果。哦，那你家在哪里住呀？我们家在那里住。哦，好，那你们在这边玩啊。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样，重要信息问到了吗？问到，那你赶紧给他们打电话。喂，信息已经问到了，剩下的就靠你了。没有大人，小朋友坐这里，来，你们在这边玩啊？对，玩什么？哦，你叫龙龙，你叫微微，你叫杰古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当然知道呀，我是你爸爸妈妈的好朋友，我还知道你爸爸叫优古，妈妈叫芳芳，他们在家具厂上班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呢，我还知道你的成绩很好。语文跟数学都考100分，英语90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是你爸爸妈妈的朋友，因为你爸爸妈妈今天要加晚班，上到很晚，叫我们过来接你们去我们那边吃饭。我们还买了你们最喜欢吃的水果和面包。对，你看还有水果，是不是？开门吧，啊，好，开下门。不要，开门。为什么不要？爸爸妈妈的好朋友。我要确保一下。那也可以先开门啊。好吧，那你问吧。我爸爸有个坏习惯，就是会喝酒。那我问你，他是晚上喝酒还是早上喝酒呢？早上。不。哦，那我记错了，肯定是晚上。也不是，我爸爸根本不会喝酒，你根本不是我爸爸的同事。你骗人！我们查了你们的问题，你们都没回答出来，你们不是我爸爸妈妈的好朋友，大骗子。开门啊，不是电子啊。嗯，看我们都带了好东西给你。珊珊，这有吗？来来来，陌生人开门，小朋友们记住了吗？不然就会被陌生人拐跑的。再见，拜拜。